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成毅的面部表情递进简直绝了，同一张脸换个衣服就跟换了个人一样，光从眼神中就能看出角色的差别。是天界战神应渊时，他眼神高傲目空一切，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，眼神中总是充满了沉重感责任感，但却足够端庄贵气，一出场就有种超凡脱俗的气质。是捉妖天师唐周时，整个人活泼轻松了不少，面部表情也比较丰富。最重要的是面对严旦时，唐周眼里有藏不住的温暖和爱意，他的眼中始终充满了希望。是扎爹玄烨时，成毅又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，有了前两者都没有了邪魅，一颦一笑都非常的有味道，就算身负重伤也有一种我见犹怜的感觉，简直将扎苏演到了极致。扎爹出现时，无数观众被疯狂圈粉，能把邪魅狂眷演得这样蛊惑人心，成毅的演技真的绝了，一人分饰三角，不管是眼神还是动作状态，甚至连走路的形态都明显不同，成毅真的有魔力。要说杨紫出圈的荧幕 CP 是谁，那沉香夫妇绝对榜上有名，而谁能想到当初青云志时两人年少相遇，如今顶峰相见依然不忘初心，别说两人这是二搭了，三搭四搭也磕不腻呀。成毅杨紫真是颜值和演技绝绝子，当初在拍摄沉香如屑时，环蕊第一个定下的主演就是成毅，甚至可以说是为他量身打造，谁知沉香如屑竟成烫手山芋，女主角怎么都找不到合适的，导演原本找来了景甜出演，可后来景甜突然宣布退出，有消息称是因为粉丝觉得沉香如屑不适合景甜，妆造人设都不够精彩，但也有消息称档期冲突景甜才会辞演，后来传出女主会是白鹿，可白鹿公司很快辟谣，最终欢瑞只能找杨紫，本不想出演的杨紫了解经过之后最终答应合成一二搭，没想到意外成就王炸组合，而杨紫不愧是哭戏天花板，这破碎感太虐了，你真的可以永远相信杨紫的哭戏，每一帧都能让你共情。和应渊断情时，他先是眼眶含泪决绝转身，强忍泪水数秒不让眼泪流出，导演喊下开始后，杨紫一秒入戏，满眶热泪，却依旧说住绝情的话，努力控制自己不眨眼睛不让眼泪流下，片刻间委屈全部涌上心头，一秒落泪真的让人心疼坏了，内心无尽的挣扎和痛苦全在眼神中展现的淋漓尽致，杨紫的演技太绝了，而谁能想到成毅的哭戏也能虐到人肝疼，眼眶一红一滴泪滑过，成毅一落泪真的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他，不管是心怀天下的应渊，还是傲娇毒舌的唐周，又或是邪魅疯批的扎爹，他们一落泪真的顶不住，难怪当初张智霖说成毅是哭王，他的哭戏共情力太强，这俩人放在一起飙戏真是要把人虐成狗，难怪有人至今都走不出来，对此你怎么看？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